哎，妈呢你咋？怎么每次不喊你出来吃饭，还没喊你呢？我再晚来一会儿我就吃上了，我看。选一个，选个地儿去吧，连个菜都没有，你自己卷去吧。来，慢慢说。嗯，你讲一下。 擀面条。 吃完了，嗯，哎，滚！咋还有牛肉在里边？你早说你卷牛肉，我不就会。<笑><笑> 嗯，我的天。